需要按空白键就能玩二的游戏，用力按，这样你就能听见空格发出的啪嗒声。你的输入偏移为51毫秒。嗯，他这些东西都会帮我校准，好猛。一、二、三、四、五、六、七。恭喜！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的评级 A plus， 真乃大师也！少年突然心悸，有什么心事？悲伤小夜雨。你的评级 A plus， 我是什么大法师？病菌感染 ，WiFi 讯号。阻断病菌，太简单了吧！他心跳乱的一搞，有奇怪的细菌在干实习生的心跳，干什么干什么？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还好，你有点状态，有点东西。我干，他这个设计很赞哎，这个怎么可以不再来一次？
对啊，这样有点麻烦。就是显示去截取二。Get set go。欸、很有趣呢，而且双萤幕你的画面会变得更夸张呢。这样拿到 A Plus 才可以 ，A 以上才可以玩那个高级难度。我想看看这个秀炸弹的博美犬是什么。啊，他那个会分拍哦。哦、你看，这就是痛风患者，好痛哦哦哦！再敲几下，啊啊！一代一代一代。
干。蛮简单的啊，怪猫男16869，怎么可能我在 ？First 你二三，好好好我觉得这个会被拉长，真的超靠北的。我的一生它在何方，伤口它痛得我快发狂，心情也有点紧张，白天黑夜都在忙，眼睛七天没闭上，但他们等的心里慌，等的心好慌，而今天正好我轮到，扑通扑通扑通咚，扑通扑通扑通咚。早上好，是李文先生，我是佩奇医生，今天呢由我来当班，所以你感觉还好吗？哦，我好点了，可是动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疼。可能他太久了，有压疮，护士有来给你放过什么？没有，就早上来过。那我们赶紧让他过来。X 光片刚出来了，还是有好消息的。你的尾骨没有骨折，髋骨有完好。那真是谢天谢地啊！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摔的。可别这么说，摔跤还是常见的，总之现在好点了嘛，家里也没事吧？还挺好的，应该没有，但是那好，你就可以出院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就是我老伴儿昨天起就没给我打电话，本来是每天都打。好，让护士去联系他一下，看他是不是。我的呼吸又在响，希望我足够坚强，休息吧，好好养伤。可我老板那边怎样？应该只是忘了打电话吧，别多想。医生嘛，就在瞎想。我开着车到处乱逛，过六点就该下班了。好吧，没觉悟别干这行，不走不走，全不为百姓着想。哎，这样算关卡失败哦？为什么？早知就不该睡意，能很有道远离我，我孤单一人拼不得，就坐一回婚礼咖啡，去不成的只有我，看在这是我的生活，朋友们倾听我诉说，不是我不想来换取，可他们更需要。说好的半小时前交班，你怎么现在才？我迟到了，不好意思，我妈病情又发作了，护工来晚了，我只能先陪着她。我之前给医院打过电话，她要他们跟你说一下才跟起来，没人通知到你。啊，那应该是他们忘了说。那个，你还好吧？没事的，谢谢你，真麻烦你了。病人们那边没有太麻烦你吧？没，挺好的。对了，那个史蒂文先生昨天摔了一跤，他现在状况还好，但是现在不清楚是意外跌倒还是因为疾病或者……他不记得了。不过 X 光片没问题。病人有房颤是吗？没记录。呼吸性肺炎。
干嘛、啊？狂武士，哇，他很会呢，他把他弄得很像宕机一样，很聪明。输了吗？他头掉下来了。对吧？你看，你只要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搞你，背起来就好了。这种 remix 超难的。
蛤傻小哦他不能自己改图案哦他可以画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哦这样啊汪汪叫已跳过，一直汪汪叫。还有猫。谁才是好孩子？你就是你。完了，2021了，我还在当一只狗。我家以前的狗会这样，我就学起来，非常好用。